我做咗時裝設計咁耐啦，其實同過好多 model 同 artist 合作過，而每一季我都會好留意時裝嘅潮流嘅，自自然我就會建立咗一份對靚嘅標準同埋睇法，就好似我幫客人度身訂造咁樣，其實目的就係想突出佢哋個人嘅氣質。好多時做衫就會係將佢嘅缺點收埋，盡量突出佢嘅優點，而令到個客人著咗我件衫嘅時候會好有自信、好靚咁行出嚟。自從我認識咗 LightMac 之後，我發覺原來醫學美容同做衫原係好相似嘅。以前我以為一部醫學美容嘅儀器，每個人做出嚟嘅效果都係一樣，但事實並唔係咁嘅咯。好多人以為一件靚嘅衫，個個著出嚟都一樣有咁嘅效果，但其實我覺得著衫係應該因應翻每個人嘅身形同埋比例，自然就會散發出唔同嘅味道。所以每一件衫著出嚟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同埋感覺嘅。LightMac LightMe Up 療程係會針對唔同嘅客人去度身訂做一個適合佢自己嘅 treatment。我記得我以前自己都好包包面嘅，但係做咗幾次 LightMe Up 療程之後，我發覺我而家嘅輪廓提升咗，面型 sharp 咗，望落去亦都後生咗。時裝界嘅人好著重細節，對每一件事都要求度身訂做。LightMac 就絕對係我皮膚嘅最佳設計師。LightMac LightMe Up。